亲爱的，交给我们吧，制作单位还有创作大使，你们好，我是秋红杜坊的店老板，我叫牛。秋红杜坊是一家以牛料理为招牌菜色的温暖食堂，店名取自我妈妈的名字，为延续阿布秋红的拿手好菜，并传承台南老家的味道而创立。创业至今半年还算稳定，我想感谢创业过程中陪着我的三个女儿。一位是我妈妈，明明想要我回台南继承家里的牛肉汤店，却又无条件鼓励我留在台北继续打拼。接下来是我二姐，她不仅是赞助我创业基金的合伙人，也是最佳同事。平常除了要兼顾家庭还有工作，假日还要来秋红帮忙。最后是我最亲爱的恰皮，一路相伴，相知相喜，秋红杜坊成长点滴她最知道。我希望委托交给我们吧，能创作一首歌送给秋红杜坊的三位重要伙伴们，并在宝藏岩演唱，给他们一个温暖的惊喜，就麻烦你们了，万分感谢。